前我也跟小猪啦、林俊杰啦、钟汉良啦都跟他们讲了。听到这几个人名，相信不少人会感到有些惊讶。乍一听上去，他们和林志颖似乎并不经常被一同提起。原来钟汉良和林志颖同时期出道，曾一同出演电视剧并合唱歌曲，而林俊杰和林志颖则是以车会友。至于罗志祥，一直开玩笑说自己从小是林志颖的影迷，而林志颖也曾助阵罗志祥的演唱会。交情是一方面，关键这四个人站在一块儿也是绝对的赏心悦目。为什么要请他们三个来当你的伴郎呢？因为都是我的最好的兄弟啊，而且他们都那么帅，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最适合的。那他们答应参加婚礼了吗？基本上是答应的，但是就是看未来的时间，对，地点，那再还有工作的档期。据林志颖透露，伴娘会是老婆陈若仪的好友，花童则是4岁的儿子小小智。不过被问到婚礼的时间、地点、筵席设置等细节，林志颖概不透露，打算等到婚礼当天才公布。